嗨，大家好。接下来下半场是换我，我叫巴莱斯。哇，巴莱斯！好嗨哟！好嗨哟！为什么这样笑？是要改变他情绪。对，那个之前在糖厂表演的时候，很好玩。真的只有三个人帮我尖叫的样子，全场其实好像应该快50个、三个人帮我尖叫，然后其实在台上演唱觉得好尴尬。3-3，3-3。他的意思说尖叫声要多一点。哎，等下观众可以放松，没关系。是。好的，然后我是来自那个屏东的台湾族，然后其实我是那个都市三胞这样。秘书，我们都是啊，啊，这个也是很像啊，很像，马来哥，是马来哥，对，然后也算是最近才开始出来唱歌这样，然后我自己很喜欢做一些改编的古调，然后再做一些我自己的歌，那当然也是都是我自己的心情这样子。然后当然程序上半场的气氛我们可能会一直很沉重，好沉重，我已经够重了。没关系，就大家先听听看啊。我带来第一首歌，然后是我自己改编的歌，改编的古调古谣，这是来自蓝语的，叫蓝语情歌，沉重版。大家请各位听听看啦。欢迎请坐。不好意思，那个旋左音。那你要讲笑话？讲笑话？我觉得舞台有点斜。哪里？我里面斜。最好啦。有点重。这边吃水倒是深。好像是没关系。结论呢？有没有有歪斜的感觉吗？好了，那不好意思，来一起。
Thank you.